詹酷才是真爱，老詹社媒头像换俩人合照，你真的不怕嫂子回家吃醋吗？美国男篮在奥运会上的表现大家都看到了吧，早就说了詹姆斯和库里就是天选二人组，他俩在一队直接触发阿克伦之子的羁绊，成功带领美国拿下奥运冠军，不少球迷也开始惦记这俩人未来能不能在 NBA 联手呢，那画面简直不要太美。俩人联手这事儿八字还没一撇，詹姆斯这边先整上活了，他把自己社交媒体的头像换成了和库里的同框照片，俩人身披国家队战袍看起来是那么的默契。老詹，你这么疯狂秀恩爱，回去不怕詹嫂吃醋吗？看看人家库里抱着自己老婆游山玩水，勒都不勒你，热脸贴人家冷定了吧。那么库里和詹姆斯有没有可能在 NBA 联手呢？上赛季的交易截止日前，勇士还真就报价了勒布朗，不过最后交易没能达成。而在 NBA Today 上，名记 Dame 也表示这俩人不会在 NBA 联手，库里是勇士队魂级球员，而詹姆斯也在洛杉矶成功扎根，他俩都已经和自己的球队彻底绑定了，联手应该是没什么可能了。